伟大时代，他用赤子般的心灵亲情抒发军旅情怀。在空军建军60周年之际，红星医院携手严当当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英雄营，把首首动听好歌献给蓝天卫士，为您重磅推出放歌蓝天严当当情系军营演唱会，精彩值得期待。栏目的节目主持人苗博，我是中央电视台红星医院栏目的主持人杨咪咪，大家好。在欢快的鼓声中拉开了今天我们活动的帷幕。今天呢，我们中央电视台红星医院栏目携手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非常优秀的青年歌唱演员严当当，来到了我们空军某部英雄营。那说到我们这支部队，可以说有着非常光荣的历史。英雄辈出的部队，前不久呢，在刚刚结束的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上呢，我们这支部队组建的地空导弹方队向世人展示了我们人民空军的威武和气势。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舞台下就座的官兵和我们舞台两侧摆放的导弹发射车呢，就是刚刚参加完国庆阅兵仪式返回部队的。那么在这里我想说，你们不仅仅是我们很多人眼中羡慕的对象，更是我们很多人心中最最耀眼的明星。那么在这里允许我向你们表达最由衷的敬意。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6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携手严当当来到我们这支英雄的团队，真是意义非凡。没错，当当作为我们部队培养出来的歌唱演员，今天把活动的地点选择在军营，选择在他最熟悉最热爱的这一方土地，我想本身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那么刚才当当还和我们说，他一来到部队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热情的掌声有请严当当上场，为大家带来花开的季节。花开的季节，哎，花开的季节，燕子衔来了多梦的岁月，七彩音符都会快乐歌唱，世界从此和幸福相遇。部队非常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呢，当当深爱着我们广大战友，深爱着军营，无论是在抗击冰雪的第一线，还是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都能看到当当深情的身影。我想这也是每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做到的。
他们把那么多爱给了祖国，给了人民，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爱，用我的表达方式，把我的爱给亲爱的战友。说得太好了，你接下来当当为大家献上一首什么歌曲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叫做《我的爱给你》。我的爱给你，当当的爱送给大家，掌声欢迎。战友们，你们辛苦了，谢谢，把这个花献给你，谢谢。我是你的知己，人生给我的理想，最爱无心风起，有琉璃瓦的呵护，我走过了风雨，有七色光的浇灌，我打捞根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这支部队呢有着非常光荣的历史。接下来呢，我们想通过四张图片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部队在各个历史时期辉煌成就。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大家看到了吧？哪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部照片是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营全体指战员时的情景。毛主席自建国以后专门曾建制接见营级单位的部队，仅有我们二营一家。获得完毕。哎呀，非常的精彩。那么现在我们去看第二张照片。第二张图片，第二张图片有谁为我们解释一下？好，这张照片是1984年10月1号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前那个检阅我营方队时的情景。回答完毕。有点紧张，但是100%正确。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图片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来，哪一位？好。1999年10月1日，庆祝建国50周年，大阅兵时，我营接受江主席检阅时的照片。回答正确吗？好，请坐，谢谢。好，请看第四张，这张我想大家一定再熟悉不过了，大家能不能在这张照片当中试着找出自己的身影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照片。你找到自己身影了吗？哪一个是？这个就是红九方队，就是我们英雄营。你参加了吗？我没有，但是我非常幸运，我的战友参加了阅兵。你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对吗？对。的确是这样。那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之后呢，我们再次请出当当给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把一首《守在这里的是你》送给大家，大家掌声欢迎。看见了你，我就想起了我自己，是同龄人，也有着同样经历，可是人海茫茫，千千万，守在这里的却是你，守在这里的却是你，握一握你冻伤的手，我的爱又关心，我爱一生你不顾。
歌喉，给观众带去了很多的欢乐，同时呢，用他的真情在一次次的打动了观众。我们知道，2004年的时候呢，当参加了全军第8届文艺汇演，获得了演唱的一等奖。同年呢，又获得了第6届民歌演创大赛的精品金奖。2006年参加了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他出色的表现，获得了专业组民族唱法的铜奖。我想呢，这一切的奖项不仅仅是观众和专家对他的认可，更代表了他在音乐事业上一步步不断攀登的坚实足迹。那么当当呢，擅长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不仅能够听到他对祖国、对人民、对部队、对战友的无限情谊，更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周当当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盛世荷花》献给大家。谢谢，谢谢亲爱的战友，这首《盛世荷花》也代表了我们祖国欣欣向荣的每一天，《盛世荷花》献给大家。黄山下，一湖的灿烂染红天边的云霞，云上清清白白，和煦羞羞答答，金的生命的轮回，任凭风吹雨打。几十年来，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厚爱。自1959年参战以来，先后击落了5架敌机。1964年更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英雄营所在师的赵副政委上场，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掌声欢迎。二营是我国第一支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也是一支有着辉煌战绩的部队，曾经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击落敌机的先例。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未来任重道远。我们相信英雄日营的精神会代代相传，在未来现代化建设中再立星光。谢谢大家。现在呢，我就站在这些可爱的战友们中间，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英雄营所在团的王政委。王政委你好。那作为一名老兵，今天你想说些什么？今年呢，是我们伟大的祖国60年华诞，也是我们人民空军60岁的生日。在此，我代表全团官兵，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祝愿我们人民空军更加强大。献给大家。
个鲜花，代表了战士对我的一个厚爱。谢谢你，战友，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中国，壮美的山河，华夏自古多么难，磨难算什么？得过全国性歌唱比赛独唱的一等奖，被誉为广西的小小刘三姐。那么这么多年来呢，当当一路走来，可以说有赖于很多很多师长和朋友默默的支持。那么在今天的演唱会现场，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准备给你。是吗？好，请看大屏幕。这次我认为他能够把他的歌献给我们的英雄们的战士，我认为他做得很好，他大大方方，他漂漂亮亮，他清清爽爽，响响当当。他通过这个演唱，他来表达他对军队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尤其对空军的热爱。这充分体现了严当当对基层部队的关心。我祝福他，我也祝他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太激动了。刚才看到当当的反应，我觉得当当非常的激动，看到这么多师长和朋友对你发自心底的祝福，此时此刻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我想说的话太多太多，非常激动。我真的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一小小的一点成绩，真的是所有的战友都在背后支持我，所有的老师也在背后帮助我，所以呢，我只能用我更好的歌声来回报他们，回报我亲爱的战友，回报我的军队，以及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姑娘好漂亮，
阅兵式上，在我们以威武雄姿行进接受检阅的背后，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我们其中一位亲爱的战友。在他接受训练刚一个月的时候，他的妻子告诉他已经怀有了身孕，而他的爷爷也突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就在我们部队即将进入阅兵村的头一天，深爱着他的、思念着他的爷爷永远离开了人世。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依然没有回过家。我们这位亲爱的战友就是我们英雄营的一名普通士官于胜俊，我们掌声欢迎他。如果我问胜俊的话，胜俊一定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的只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一切，但是你所做的毕竟是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但是在那一刻，在10月1日那一刻，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的，嗯，这此刻有什么话要对爷爷说吗？想对爷爷说的话太多。2009年5月3日这一天，你永远的闭上你慈祥的眼睛，你再也看不到你的孙子。我们相信胜俊的行动已经告慰了爷爷在天之灵，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胜俊。我想说，爷爷，孙子光荣地接受了胡主席的检阅，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没有辜负您的期望。请你安心吧，等回家探乡时，再到您坟前给您叩头。爷爷没有看到最后一眼，妻子有多长时间没有见到了？快一年了。嗯，刚出生的孩子也没有看到呢。我孩子跟到今天为止出生2个月0.8天。嗯，没有看到孩子一眼。想他们吗？非常的想。这样好不好？面对我们的镜头，你向妻子说两句话。一年来是你把最无私的爱给了我，家里边没让我操一点心，在我最困难，在我最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你无声的默默的鼓励我，支持我完成了任务。老公，胜俊的情况呢，也牵动着我们英雄营领导的心，专程把胜俊的妻子从老家接到了我们演出的现场。这是胜俊第一次见到儿子。我要把这个鲜花送给我们的军人的妻子军嫂。谢谢，谢谢你。我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我就想对我老公说，你安心在部队好好的工作，我会照顾好家人。所以待会儿我想献上一首叫做《半边月亮》这首歌，献给我们普天下所有的军嫂们，谢谢。
到自豪。那么七年的兵龄也许并不是十分的长，但是在这七年的时间当中，当当却成长了很多很多。刚才有很多战友把一束又一束的鲜花送给你，我想他们送给你的不仅仅是鲜花，更是一颗滚烫的心。对，非常。刚才走到台下的时候，被战友们簇拥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花应该献给他们，他们是最可爱的人。我想当当说这花该献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但是我想纸鲜花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要献歌。那接下来有什么好听的歌献给大家呢？非常清新的一首柳笛献给大家。好，掌声有请。天的早上，有一支对我默默的家乡，离心这一个翠绿的柳枝哎，栽到爷爷的小村旁，小村旁。时刻，当一列列整齐划一的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这些战士心里在想些什么？曾经参加过五十周年大阅兵的士官蒋大力，为了在本次阅兵当中提高训练水平，他仅读书笔记就做了30000多字。那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蒋大力上场。听说呀，你在阅兵村练就了一身绝活，那就是只要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你就能够判断出它的转速。那只要有人一下口令，你一脚下去，这个发动机每秒钟的转速不差5转。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是这样吗？是的。那你又是怎么练就这一身绝活的呢？主要是靠勤练，用耳朵去听，听发动机的转速，它的声音微小的变化，用这个身体去感受发动机抖动，反复的训练，直到达到人车合一的目的。那么听了蒋大力的介绍，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士兵为了国庆阅兵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我特别想知道，当10月1日那天你驾驶着车辆通过天安门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我驾驶着国产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与光荣。我想在10月1日那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必将成为像蒋大力这样的官兵一生的珍藏。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再一次把最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献给那些曾经为国庆阅兵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人，感谢你们。今天当当除了带来他优美的歌曲之外，还带来了
他新专辑的光盘送给我们英雄营的亲爱的战友们。我这个专辑叫做《我的爱给你》，我希望把这份爱能够带给每一位的战友们，给他们带去欢乐。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英雄营的王金涛营长，在接受身份之前有什么话要对当当说，送上一些你的寄语。在举国欢庆祖国六十华的空军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可以说严老师带着空政领导的关怀和祝福，带着精编的节目，不辞辛劳来到英雄营进行慰问演出。在此请允许我代表英雄营全体官兵对严老师的亲情演绎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谢谢，我想今后所有战友就是我背后的动力，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奉送出更多更好听的歌给亲爱的战友，谢谢。谢谢。好，请王营长接受身份。在今天的这样一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也祝福当当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艺术之树常青，也希望当当的歌曲能够伴随着我们英雄营的广大官兵度过难忘的军营岁月，度过你们无悔的人生。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励精图治，古老的中国向世人展现了它的夺目光彩。那今年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的不懈进取，人民空军在发展的洪流当中激情满怀。你依恋着我，我依恋着你，是山是海，我拥抱着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是血是肉，我凝聚着你。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共和国之恋》当中共同抒发对祖国的无限爱恋。相思相依，我哭了。
一首首动人的歌曲让我们体会到一位年轻的军旅歌手对祖国的无限爱恋，一幕幕难忘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一位文艺战士对人民军队的无限情怀。放歌蓝天，他用歌声在感染着我们，把真情传递。放歌蓝天，他用歌声温暖着我们，把真爱汇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建60周年之际，让我们把60只象征着和平与自由的鸽子放飞蓝天，共同祝福人民军队，共同祝福伟大祖国。